今天我们要将要举行的是美台的企业高峰会议啊，那我也很高兴啊，在这一次过境的时候有机会受邀来参加我们美台高峰的企业会议啊。那主要的是因为啊，我们这几年来跟美国的经贸的往来啊，持续的在加温，而且我们双边的贸易的金额也越来越高啊。那代表的是我们双方的经贸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啊。那么，但是在近来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当中啊，我们各自的产业跟企业啊，都必须面临到一些挑战。但是在挑战之中，也有很多潜在的机会。那我们也希望利用今天的会议啊，来讨论一下我们各自面对的挑战与机会。那么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寻求我们双方合作的机会啊。那这次过境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高峰会议啊，代表的是我对美国跟美台的这个经贸关系的重视，也希望我们能够持续深化我们双方的经贸的关系，也同时可以对印太地区呢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，谢谢。